这个人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、啊？也是心理状态有状态的人吗？一定是有问题啊！这太夸张了，怎么可能？这吃太狠了。你说狗，我们想说要打他一下都舍不得了，还讲是小、啊、小孩子。你这样子跟人家考什么保姆证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保姆证照。考保姆有有啊有啊，昨天新闻有说他有、啊哦、太离谱，这那怎么考得到嘞？怪了。嗯，白天呢、啊，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都要上班了、啊，我觉得还好了，基本上，我们也会观察一阵，而且现在找的保姆是我从小一直长大朋友的女儿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比较放心了。